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，成立于1984年9月，是国务院首批在22所高校批准创办的研究生院之一。学院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，研究生教育坚持拓宽基础、瞄准前沿、构建团队、自主创新方针，实施长城行动计划，具有重基础、强交叉、拓视野、推创新特征的由课程教学体系、实验教学体系、创新实践与研究体系、学术交流体系、质量评估与监控体系构成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。